以後咧就係話成為一個歷史當中嘅啊好重要人物。不過雖然我哋而家嘅後人雖然少少疏忽佢，但係如果我哋再重提翻一啲呢個故事咧，我諗大家都認為佢係值得嚇喺呢個歷史上嗰個位咧係擺翻咁正嘅啊。咁啊講到其實話喺《三國演義》俾我哋啲啟發咧，除咗話嗰個歷史究竟係一個清晰啊、模糊啊，抑或係一個拼圖式咧咁啊？呢個大家都可以去其實反思。頭先我哋嘅近代史啊，我哋嘅再遠啲嘅歷史啊，我哋去睇下，其實我哋唔需要咁刻意或者去太過去定得死話嗰個所謂道德判斷，因為越往後。我哋越距離嗰個時間越遠嘅時候，其實正如啊劉博士所講，我哋都揾唔到新資料，你點樣去再評價佢咧？其實你所謂而家啲人去評價就係亂講嘅啫，揾少少嘢出嚟就亂講，因為除非你有新嘅材料，除非你有新嘅嗰個嘅文獻或者係一個考據嘅歷史，否則嚟講，你對於好多嘅大事，因為已經當時嘅一啲結論或者係一啲成王敗寇嗰啲嘅主觀嘅官員嚇，將一啲對於佢唔好嘅嘢就消除咗，有用嘅嘢就翻低。好似我哋講最近嘅，就算國民黨、共產黨兩邊都係一樣嘅，係咪先？呢個係無可以否認嘅，大家都超越咗一啲對於自己不利嘅歷史，係嘛？所以其實中國人嘅歷史已經比較好啲係乜嘢啊？譬如我哋清朝嘅時候咧，就會設一個國史館，就寫明朝嘅歷史，請明朝嗰啲嘅遺老。老師叔如嚟到寫明朝歷史嚟到自己評論一下，哎呀，點解呢個國家真係慘啦？明朝點解乜要滅亡啫？係咪啊？今日寫翻佢啲客觀啲，寫翻佢唔好嘅地方，係嘛？唔係由清朝嘅人嚟寫，由明朝嘅遺老嚟到寫呢啲咁嘅歷史，咁係比較客觀啲。咁但係事實上嚟講，我哋話喺《三國演義》，我覺得就係話人情事理當中咧，你唔係當時嘅人，唔係當時嘅事。亦都唔係佢心底裏邊嘅想法咧，其實過後咧係好人性係好大嘅變化。你真正去了解佢當時嗰種心態咧，係比較難嘅，尤其是咁複雜。所以我自己認為咧，喺《三國演義》或者《三國志》裏邊嗰人物喺嗰個混亂嘅時代咧，係俾我去學習到一啲咩咧？係互相謀略。究竟我哋點樣樣？諗啲計仔做好呢件事咧，咁係嘛？點樣有時你話點樣拆解呢件事？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咧？其實喺雖然一個唔係好完整嘅或者歷史又唔係好完整嘅情況，但係佢喺用小説又好，用歷史又好，去描述、去描寫嗰啲每件嘅事件咧，其實係好精彩嘅，其實亦都好俾我哋好多啟發嘅地方咁所以我就話喺每一件事件當中，我哋只係需要去攞翻佢嗰個精彩嘅部分。你如果太過過分去落所謂話道德嘅判斷，係比較困難。我哋都可以用不同多角度去欣賞，因為事實上歷史有啲空間唔清楚嘅地方或者灰色地方，我哋可以係想像、發揮、創意，係咪？譬如我哋講劉生講，我中意用啲文字講下，譬如個國家個國字係咪？如果我哋而家寫一個繁體字嘅國字咧，就係手執干戈保衛國家嘛。咁如果簡體字嘅國字又好喎，玉字邊喎玉字喺裏邊喎。咁中國人係以玉為君子嘛，我君子之國，君子之國唔應該打仗㗎，係咪？咁啱啱就相反，究竟我哋呢個要國家要打仗好啊，成為一個君子之國好咧？但係歷史就係冇法子嘅，點解？當你俾人侵略或者係你自己內亂嘅時候，你就要。保護你嘅家人又好，保護你自己好，你都要打啦。咁你出謀略好啦，做君子好，一話出武好咧，文武咧，文韬武略你點樣去利用咧？其實最主要咩啊？你自己有冇咩才能？有冇咁嘅文臂？有冇咁嘅武略？咁去俾你去使用。咁我哋講翻兩句。而家我哋面對嘅歷史，我覺得好多人。好多朋友問我緊，喂，咁而家香港好似好亂咁，究竟點搞啊？咁樣嗱，而家亂極都冇三國咁亂啦，係嘛？而家咁亂都冇春秋二國咁亂啦，係咪先？都冇七國咁亂啦，係咪先？而家三
三司啊嘛，三司變五司長啫嘛，係嘛？都未到七個咩？五司啫，係咪？五個司長啫，所以未夠亂，唔緊要嘅。所以咧啊，冇問題嘅啊。所以世界係咩？係要過啊過噶啦。歷史就係永遠都向前流噶啦。啊，當時嘅人點樣做，做得好唔好？當時嘅人會係大家共同去努力啊。有啲人想佢推冧佢，有啲人啊想佢好。又是正常的喎，係咪？你民主社會咩？喂，啊！但係你就算皇權社會都係㗎，一樣有人想推冧佢，佢唔俾佢做皇帝㗎。所以我成日調翻轉頭諗，我話曹操其實好有一點，佢真係驚乜嘢？我唔敢，哎，皇帝你唔好做啦，等我做啦。佢真係驚咁樣講，講咗之後點啊？佢做咗皇帝，天下人歷史鬧佢呢個衰㗎，呢個曹操，哇！呢個啊！弑君啊，篡位咁樣，哇！佢好驚歷史寫佢咁衰，所以佢唔敢做呢個動作，佢寧願幫人唞曬。嗱，阿仔，我第時咧就死鬼咗啦。阿仔，你做咩啊？魏王之後咧，你就拱冧皇帝，你做皇帝啦咁樣。佢寧願個仔做，佢就唔做呢個動作。嗱，咁佢自己內心係點？佢內心係對歷史咧係有啲恐懼噶，佢驚人哋評價。雖然佢哋話佢好奸極都好咧。他內心其實有個道德理性在那裡很強下，他怎樣啊？哇！如果寫了這個曹操這條衰友就是他了，就是他拱冧了那個漢王了，哇！千秋歷史啊，在那裡寫死他嘛。所以你估不到他有一點善意在那裡，一點的心在那裡。你說一個人呢，我經常都說的人沒有絕對的奸，可能也沒有絕對的忠。為什麼？因為你沒有一個不是你做聖人，聖人才可以全善的嘛，至善的嘛。既然我們在普通人的時候可能會做得不妥當，不是一個完人的時候，可能有善有惡，正如楊洪所說是善惡相混的。在善惡相混當中，我們就有古講了，有時說他善，有時說他是惡，究竟這個人善還是惡，其實可能都要有，因為不是一個完人，不是一個完美的人。那你說孫中山有沒有不好的地方？那就當然有啦。毛澤東有沒有好的地方？當然有啦，大家都有好的地方，大家有不好的地方。那你看你是在哪個位置去看他，還有有沒有過分去批判他咯。所以過分就是說，原本不是的，生個白做的就不好啦，是吧？但是如果是的，那事實又都是被人說的。所以有一位前輩跟我說，哎呀，那些這樣大人物其實就怎樣呢？其實個個精力旺盛，那個個找多些女人咯，那就沒問題的。嗱，咁呢個係乜嘢啊？呢個係我哋可能，正如阿岑生講，我哋 excuse 俾佢，算啦，佢喺某一方面才能為咗國家好好嘅，但係佢有少少嘅道德瑕疵，我哋都接受啦。有可能係大家喺意識上係咁樣接受。咁但係其實一個人如果要講係講儒家思想一個人啊，要內聖喎。喂，對唔住，你內聖喎，你乜嘢都唔做，你都要自己做聖人喎喺裏邊。咁呢個係好高要求嚟嘅喎。啊！呢、這個唔簡單嘅喎，咁你做到聖人，你先可以做皇帝啊！咁哇，咁就慘啦！咁你如果而家嚟講民主社會點樣選咧？呢、這個票選唔到喎，好難揾個聖人，我點算啊？啊！咁所以我就話呢、這個其實歷史係一個好大家都可以唔同嘅睇法，大家只不過喺個歷史當中又學翻到啲嘢，學習到啲嘢咧，其實已經係唔錯啊，得益㗎啦。咁我講到呢度先，而家大家再討論一下，好吧？好，多謝各位。咁我諗餘下時間咧，就一定要留翻俾三位講者可以互相可以即係講下。咁啊，睇下台下有冇啲即係聽眾咧有啲意見啦，係嘛？喺台上討論咗先啦。好嘛，台上討論咗先。好，咁首先台上討論咗先啦。啊，羅偉東，係。我淨係講一句啫，因為你好，我都唔講好多。咪講下曹操單，曹操嗰單嘢。其實曹操逼佢唔掂啦，佢本來想咁，但係喺後咧嗜好唔知佢話佢個魏武帝啊嘛。其實佢想做魏文帝啊嘛，就係因為佢本來應該做魏文帝。咁如果假設佢掠咗漢獻帝咧，咁佢咪做魏文帝咯？咁即係佢唔叻，於是俾個仔搞，個仔又俾佢魏武帝，咁啊即係推翻咗個諗法咯。因為佢如果假設佢係魏武啊，意思係佢係純粹武功啊嘛，佢咪個原意，佢想話我其實咧係都有嗰、那個我仍然有專漢之心咧，就結果喺歷史上就冇咗。因為如果假設呢個咪佢自己諗住出屎竅，
佢一生人好多智謀，到最尾係結果係反為誤咗事。佢應該佢去做，即佢作去做咧，開國咧，咁任佢玩啊嘛。咁我魏文帝，佢魏武帝啦，魏武帝係曹丕咯，而家調轉咗啦。咁所以有陣時啲嘢人算不如天算咯。咁同我補充。